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先打窝子。到地儿先打窝子。哦，这个水库啊。对面有两个钓友。路上一路上听你说要天天要搞草鱼，一定要搞到草鱼，一定要搞到草鱼。五个月了哈，每次五个月不能，你不能这么算吧？你前面冷天气草鱼不开口，你怎么算是吧？哎呦，前面三个月都不开口。好。所以这两个月挤下来了啊，草鱼可以开始钓了。然后我最近老是看到朋友圈，哇，十几二十斤的大草鱼，心痒痒。真的是心动。然后老曹今年草鱼上还是空军的，没钓到过。还早。时候未到。刚开始。所以今天呢，上一期咱们老是钓了，说好了去钓草鱼，结果还是上了小扁鱼。说明那个地方没有草鱼。好。今天咱们你说的对，咱们一定要钓一条草鱼上。不，两条，不，三条。一定要钓上草鱼。你怎么这么可爱的？然后这边我看了一下，问了一下钓友啊，然后这边的情况啊，大部分以钓底为主，大家都在钓底，而且呢水特别深，这里有多深？这个地方有5米4杆子，你5米4杆子，浮漂就在杆子前面，对，四米的水深，然后大家都是用这种5米4的杆子，走这么长的杆子，钓岸边，钓近，钓深水，钓底，跟往常咱们钓半水啊，打频率这种不太一样啊，所以说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钓法，可能它的。这个鱼的适应也可能不一样，所以咱们也在这边呢，先试试看钓底，试试看。其实草鱼到底上吃食也是蛮正常的，很正常。我感觉大部分还是都是钓底钓起来的然后呢，我是想用一下这个饵料，饵料是用饵料钓，对，用饵料钓，不用玉米，玉米也准备了，你看，昨天晚上我自己在家里没事，就搞了还泡过了，对，搞了点小药泡了一下，这个做备用吧，自己反正动手做嘛，反正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做饵料啊，翻手做饵，这个这些呢，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都有视频，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添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怪老曹，红色的，你还添加什么东西了？这个呢是那种可以吃的那种甜玉米冰冻的那种然后我是买回来之后就加了，把它倒到瓶子里，然后加了一点点酒，再加了一点小药。红色的吗？对，红色的小药，对，这是草莓味的，你闻着，挺香的哦，有玉米味道都被盖掉了，对，反正玉米也没什么味道，对，它也没什么味道，就是它香，但是它不冲，味道还是比较舒服的。好，再开草鱼，那今天做好准备了，昨天晚上就在想了，是吧？第一条草鱼我就干了它。那你开饵的话，是不是得开得很黏一点？四米水深的，四米水深要粘一点的，粘一点，但是又不能开得太硬，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开软粘饵，软粘饵呢，鱼咬到钩子之后，很容易刺到鱼，如果你的饵料太硬，就是很容易刺不穿，或者说刺穿了挂得很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开软粘饵，软粘饵开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只要你杆子能抛出去，就行，它不掉就行了，另外呢，就是它画起来会很慢的吧？画起来它是会比较慢一些，在底上慢一些。另外我的调钓呢是这样想的，上钩离底，下钩触底，就是跟钩距放大吗？钩距放大，放到12公分这个样子，12-15公分这个样子，那么跟咱们平时半水钓玉米这个调钓是一样的，草鱼搞草鱼。这里鱼体多大？你有没有了解过？鱼体嘛，我打听了一下，常规的可能也不是很大，3-5斤吧。3-5斤，反正只要饲草鱼就行，是吧？对，饲草鱼就行。如果能来条大一点的，爽爽手感的话，那更好。那是，有大的啃就抓大的，没大的抓小的了。先把这个账户打开啊，草鱼账户给打开了。还加小米，加了点小米，这也是自己做的，也是自己做的。这饭是个酱香味的吗？是一个四季香，四季香，就是一个有一点香味的那种散泡，用散泡来开了，行饵，玉米备用，对，其实我觉得你如果你刚刚说下钩钓底，上钩钓浮的话，你上钩可以挂玉米，
上钩挂鱼米，下钩挂饵料是吧？对啊，这样的话你看上钩说不定来翘嘴变鱼，可以的是吧？对，如果这个饵料的雾化控制好的话还可以包食钓法都可以。嗯啊，下钩上面可以里面挂个玉米，再挂个包个饵料，嗯，就可以啊。那如果你钩子只有十多公分的钩距的话，嗯，你怎么去确定就是上钩是离底，下钩是触底？怎么调钓？双钩带饵条，双钩带上饵半水条。对，双钩带饵半水条。嗯，一般呢，咱们反正如果说你要去钓下钩触底啊，嗯，如果说要去确保你的下钩触底，上钩是离底的，嗯，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在双钩带上饵料去调钓，嗯，半水调钓。对，那么呢，它钓多少目呢？它的这个目数啊，就是你的单钩的重量加上你饵料的重量，嗯，不要超过这个目数就行了。嗯，那比如说，你这个一个钩子是两目，嗯，你一个饵团是两目，嗯，那么你双钩带饵调平水之后，嗯，你的目数呢不要超过四目，因为你当你的下钩的饵料跟下钩的重量，你的意思是调的时候如果调平水，嗯，那你钓的时候不超过四目，那就是下钩触底，上钩还是离底的。对对 对, 对。你说今天这两天温度这么低啊，嗯，这口会不会不太好？你线组是不是要用小一点？我现在对我现在线组没有用的很大，主线呢是2.5，嗯，子线呢是1.5，啊，稍微的都偏小一些。钩子呢？钩子是用的是4号的千釉。哦，那还挺大的。嗯，4号千釉。嗯，还是准备搞草鱼。搞草鱼。这种鲫鱼什么的就放过了。不搞了呀、啊，不然等下你又说我没钓到草鱼。先把草鱼搞起来再说、嗯、啊。这地方环境是好啊。这准备收工了吗？收工了啊？收工了，不搞了？不搞，没搞，没搞，一点口没有。搞了2个多小时啊。这个地方啊，啊，太深，太深。对，这个我的5米4的杆子基本上打了接近4米5的水。哇塞！然后你草鱼嘛，本身呢、这个草鱼它就胆子会小一些啊。嗯。如果说你这个它。就在你这个杆梢这个窝点这个地方啊，嗯，你的抛竿呢、啊、这种东西都影响太大了，嗯，再加上呢，今天虽然说20多度，温度是低了一些啊，嗯，但是其实草鱼一般呢还是在这种相对浅一点的地方，有草丛的这些地方，但这个地方太深，啊，这是个坎儿，对，所以我准备搬到里面，浅、啊、搬过去是吧？对，搬到里面浅的那个库尾去。你刚刚去试了？对，我刚刚去试了一下。那边多深？那边的话比这边差不多。浅了2米左右，2米5左右的水深，嗯，啊，2米5到3米，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合适的。然后这个水质的话，它也不是太清澈，嗯，啊，所以呢，钓个2-3米左右就可以，嗯，啊，争取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雪碧合上，啊，鱼钓不到就不合了，带上啊。啊，刚来的时候忘了做一步啊，就看到这个点感觉不错。但别的地方没去探水深，对对对对对，因为就是陌生水域嘛，因为不了解，嗯，再加上就是一来呢，啊，就是这个地方有个草垛子啊，嗯，然后又是突出的，觉得打这个边上的话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水太深，嗯，啊，好，换，赶紧换，赶紧换，先拿这个吧。现在来到库尾，临时赶紧补点窝，后面是一个。相对来说会浅一点的地方啊，老师边上的像这些竹子叶啊什么东西下面的飘下去也很多，嗯，对，你看这种树上啊，那种红色的那种小球，嗯，就我们上次说的掉下去，到夏天的时候掉下去啊，嗯，就草鱼最喜欢吃的东西。对，这2.5米的水深，嗯，2.5米，饵料不重新开了吗？
饵料不开了，我就挂玉米或者是下钩，刚刚那个下钩再包一个包食，包这个吧。嗯，然后再打一点这个窝料，啊，一个鼠味的颗粒。好好好好好，啥？终于开壶了。人挪死，树挪活啊。可乐啊，不对，可以喝了。我说错了啊，树挪死，人挪活。人挪死。终于开壶了，开壶了。是草鱼吗？哎，哦，当心点上面啊。像是草鱼吗？草鱼是。感觉不太大的样子。不像。哦哦哦，我看到了。草鱼。你自己抄吧。草草啊、哎呀呀呀呀呀！来帮我把抽出来啊！我这个，嗯，现在在钓的时候，嗯，稍微的把这个子线加长了啊，就说白了就是，然后下钩上面带的是这个饵料，嗯，就是让这个好六番了子线充分的去下摆啊，在一个下档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散炮呢带在上面去充分的去诱鱼，嗯。再加上呢，可能这边越偏向于这些浅的地方啊，可能鱼体会越小一些，啊，可能深水里面鱼体会大一些，但是鱼太稀了，嗯，太稀了，心里面就有点急，急着什么呢？急着喝可乐，上面有点瘦，对的。哎，这个四大线，你把杆子放低一点吧，蹲着吧。我走这边，因为这个杆子啊，有时候就是说在竖立达到极限的时候啊，嗯，只要有个东西稍稍的碰一下。它可能就崩了，对。哎，这草鱼小是小，但很好看。嗯。哎呦呦呦，近了还有。小草。小。我。大宝宝这里来还可以。哎呦呦，一见到窗网啊。嗯。哇，还能蹦出这种力道来。扯得呼呼响。子线长了，遛鱼稍微难遛一点，来，我来操吧，那还是。没大戏。他们没套。好，过来，上个正口。嚯，抓过去，漂亮！漂亮！哎呀，很漂亮。今天晚上烤鱼。有点泛青色的哈。嗯。烤鱼有着落了。这个小一点，哦，四斤多，嗯，小是小，很长哦，瘦长型。但鱼真漂亮啊，嗯，好看。来观察一下，这鳍泛青白色，嗯，然后很长哦，对，鳞片完整，可以啊。烤鱼，下壶下壶，烤鱼，声音稍微小一点啊，嗯，下壶。上一条就捕点窝子，捕点窝子，这个，起鱼了嘛，嗯，再加上水浅啊，嗯，可能容易惊扰这个窝子，所以咱们呢尽量的保持的轻身轻脚，嗯，然后这个窝子呢也回一点下去，嗯，然后窝子像这个颗粒比较大，嗯，也大呢，我就没有去用这个勺子去抛了，嗯，勺子去抛它掉下去动静就有点大，嗯，贴着水面抛，对，所以这种就贴着水面把它抛出去，嗯，哇，这么大颗粒，这么大，咱们。它这个是一个鼠味的，然后搭配我这个散泡啊，嗯，味道是刚刚好，是的。我们搬过来大概也就半个小时哈，对，半个小时就来了一条了啊。现在挂的是玉米，对，我现在两个钩都挂玉米，嗯，然后呢下钩上面呢就包食，包食啊，包食，去充分的去诱鱼，又有动态又有味道，对，又有颜色，这样子，啊，只要玉米是露在外面的，只要一掉了。
玉米就在外面。嗯啊，它吃，它如果是连饵一起吃也行，它单独吃就是饵料掉了吃玉米也行。嗯啊，都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包得太实，也不要粘得太紧。嗯、啊，这还是下锅处理上锅离底吗？对，下锅处理上锅离底。锅距放大了20公分。嗯嗯。鸡牙，炒慢了。鸡牙，炒慢了。还有块？哎呦喂！炒慢了。炒慢了。这根我抛的比较近，目数露出来比较多。嗯。然后这个水面有那个波纹呐、啊，嗯，就是看不太清楚，嗯，等它上来了我才反应过来，嗯，有戏有戏，哎，我是不是发窝了就好，我是不是应该喝可乐了？啊，今年的第一条草鱼啊，来，好开心啊！今年遍寻草鱼都寻不到啊，对。朋友圈发出来这个草鱼看得心里痒痒，总是看别人钓，哎呀这条鱼真大、嗯、你就买了一罐吗？就一罐，怎么了？鱼给你吧，给你吃鱼好不好？欺负人。看你那个可怜巴巴的眼神。哦，前面几个打不中，不会是这个吧？有可能啊。啊？有可能。三条。大三条。啊。那嘴巴很小那种。但吃的很猛是吧？对。动作给的很大哈。我感觉，真的对地方熟悉啊，离地真的很重要。那是。我们早上来的时候7点钟，嗯，那个时候开口应该是最好的时候。但是我们把时间都浪费在那个深水的地方，在那边待了2个多小时，将近3个小时哈。差了，对，愣是一口都没给。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到一个自己不了解的情况下啊，嗯、首先要多打听。我感觉第一次一般都是交学费的，是吧？对，多钓几次，就是环境啊、各方面啊、鱼情啊都摸清楚了就好钓。嗯，鱼的习性，然后地的那个。位置哈，水底的水底形状深啊浅啊，嗯，都了解清楚。真的有些东西你不去自己不去摸索，不听别人讲，嗯，真的要吃很大亏啊。对对对。听到这个声音了，扛住扛住，线够不够粗？好，差不多大小，差不多大小，扛不住我还带着瘦神呢。但是你老是过于自信啊，啊，死人都不放就线切了，是了，嗯，只有吃了亏上了当才知道保护一下自己。哦。不出水哦，差不多大，这条小一点稍微，差不多，嗯，样子还是一样漂亮。但我感觉你今天虽然上了草鱼，但是不是很开心啊？嗯，啊，不是很开心。我今天在这里钓啊，嗯，就是到现在都没有摸清楚它的套路啊。对，因为就是以往咱们就是比如说像钓这种草鱼啊，嗯，你。钓半水也可以，打玉米粒打频率也可以，嗯，但是这里就不行，啊，还得钓底，啊，啊，还得钓底。现在基本上就是摸到了，基本上是你看还是下钩重鱼，嗯，下钩上个正口，对，这鱼呢还是在底上去觅食，可能，哎呦，幸好，可能跟我这里水浅也有关系，嗯，啊，哎呀，所以这个钓鱼嘛，这东西不是说
很多东西啊，就是说你学的那些东西理论啊，对吧，嗯，但是这些东西是作为一个基础，嗯，其实是实际上还是要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对，灵除了灵活多变呢，还是得多了解情况，嗯，多了解情况。哦哦哦，来啊，终于凑上一人一条了。哎呦哎呦，哦，好危险啊。没事，这竟然还可以啊，时间挺久了，这倒是可以，算得可以了哈。刚碰了他一下，直接就甩头，力量还很大，这串牌真的很大气。心力憔悴，真的是。哎呦，哦哦，这个劲，这个劲，哇哇哇，哦哦哦哦。哦，我说水库草一掉下来是味道好，真漂亮啊！脖子掉了，脱了吗？脱了吧。嗯。时间也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搞了两条，心里虽然不服气，那你要不服气也只能下次来了。只能下次来了。嗯。来，今天回去应该睡不着吧？睡不着。该想一下，这个到底是哪出的问题呢？对。天气。啊，天气挺好。饵料啊。都是了。都试了各种，就是、你看啊，新鲜的玉米我找边上的钓友也拿了一些，嗯，啊，包括我泡的，最终还是这个泡的这个钓来的，啊、嗯，还是泡的玉米，包括饵料也试了，第一竿是吃的下钩的饵料上来的，嗯，那么后面呢，看了一下，因为这个，这个饵团带下去之后啊，特别招这个大的串条，嗯，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一些空干的一些现象，嗯，啊，它虽然个体大，但是它嘴巴还比较小那种，嗯，啊，后面呢就干脆我就干脆就挂玉米，挂玉米，啊，所以在钓的这个时候，这个鱼啊，反正就是不同地区的鱼，不同水域的鱼啊，嗯，还除了一个对水域不了解，第二个呢，鱼多钓一钓，摸索一下，多来几次的，还是得多来几次，对对对对对，多来几次，嗯，所以说，你看窝子。我这么想啊，窝子早上我们深水钓过没空，嗯，然后我们深水钓的时候旁边钓浅窝的钓友钓了两条的啊，对对对，然后我们换到找这个浅窝，嗯，上了一条下个上了一条，对，后来又没空了，对，什么地方都好像都调整过来，你看啊，浅窝子其实我这个地方呢比他们的地方都浅，嗯，他们大概是在三米多一点点，嗯，我这里大概就是两米不到两米五，嗯，比他们的都浅，所以说呢也会造成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可能起竿之后这个鱼啊一搅或者容易散，听了追鱼的时间呢就是相对来说要更长，嗯，可能你起了一条鱼后面就等很久，嗯，才会来一口，嗯，等这个鱼把感觉哎这个地方安静了、哎呀安全了，然后呢你它才会慢慢的去进来吃东西觅食，嗯，啊，如果说这个地方动静太大，你的抛竿呢、啊、都被影响的话，嗯，它鱼是就算是进了窝子，嗯，啊，它也是在窝子里游来游去、转来转去的，嗯，啊，都不敢静下心来吃东西，嗯，啊，但是另外我还有感觉就是，嗯，其实我们真的是错过了早口，对，早口那个吃口最好的时候，就那个钓旁边的钓友钓两条的时候，嗯，七点钟左右哈，对对，那个时候我们在深水窝里面没口，对，那时候对我们那时候也是刚刚到，嗯，在准备啊，然后现在全场没什么口了已经，嗯，对，中午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口了，对。还是这个咱们做钓的这个时间点，然后窝子的选择，各种方面得配合起来刚好啊。对对对，钓鱼啊，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什么都得会，嗯，天气、地理，什么都得了解啊。得，那我们下次，你这应该不服气吧？还得再来吧？不太服气啊。对，下次我们早点出门，嗯，好，然后选好时间，选好地点。对，下次要先来提前两个小时打窝，嗯，天刚刚亮的时候，嗯，应该是一波早口好口的时候，嗯，好，下次来，再来。